我回别墅了，赶紧醒醒，跟我去打架，快点！打架？对啊，万一我打不过人家的话，你就跳起来抓他头发啊！抓头发？啊，你瞧不起谁啊？我听那家伙，哎，那么凶悍的吗？走吧。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关键时刻还玩这些破玩具？这不是玩具。你还说？哎，我想到了。什么？我可以装成你妹妹，然后帮你调情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啊。可以是可以啊，就是天太热了。头有点渴，来找你呢。这么好，你平时都很小气的。又快到了，这赶紧去化妆呀，来不及了。我去开门吧。来了，进来了。就是李川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然后呢？他是我室友。我送外卖。哎，喂，我送外卖。你炸！人走了人命啊。对。哎，这家伙太让我失望了。嗯，又是谁啊？小峰呀、啊，李川，我带人来了。我，李川，剧本没这段吧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是你叫他们来过来。兄弟们，准备！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兄弟们，喊！对对对！横笛梦，浪痕迹，